做下啫嘛。冇错啦，今次我哋又嚟开箱啦，今次啊，劲嘢啊，今次开50个啊，有排你哋睇啦，睇下我哋今次开到几多个传说嘅嘢啦，传说钱我都 OK 嘅，其实，好啦，第一个啦。哇！紫色两个紫色，哇！炸弹鼠，咦？呢个表情，哇！正啊！呢个啲发表情，炸弹鼠特写镜头，其实表情同特写镜头咧，我都冇问题嘅，完全 OK 嘅，因为呢啲都系好型嘅嘢。好啦，第二个箱，唉，蓝色，系好似你咁型嘅，垃圾。第三个。系啊，有蓝色咧，我就好快会飞过噶啦。钱 OK 嘅，钱 OK。啊，嚟啦！哇，有冇咁快啊？咦，但系追嚟嘅喎，我准度有啲问题喎，都套用套用。都好啊，呢个第一个传说 skin 啊，记住。冇，起码我咁嘅速度，起码有十个啦，系咪啊？头几箱第。而家第五箱啫，第五箱已经有一个噶咯。开头有一个，之后冇噶啦嘛。唉，唔会嘅。诶，钱啊，钱我 OK。我哋重点咧睇紫色嘅部分就得噶啦，紫色以上咧通常都系好嘢噶，尤其是一啲表情啊、胜利 pose 啊、特写镜头啊。咁蓝色以下咧冇乜嘢，唔使睇。呢个胜利 pose 重复咗。诶，两个紫色，劲啊！我钱，哇，哦，系呢个黑色，我以为紫色喷漆添，佢弹去右边，呢个表情，套用，虽然我唔用慈悲啊，我哋嘅紫色机率都几高下喎，今次有两次，我哋有两次嘅，两次都开两个紫色出。我开始好似有800几蚊啊！睇下我哋抽完之后有几多钱啊？诶，紫色我嚟啦，小美正，我用小美嘅表情，诶，是什么先？自己有啊嘛，梗唔系啦，一抽几啊？我呢个玩雪啦，套用洒雪，有钱啦，我1300几蚊咯，原来头先抽咗增加咗500几蚊啦。嚟啦，又嚟啦！传说中的金币啊，这个真是金色啊，一点都没讲错。有没有、哎、紫色又来了，紫色，哎，小美，但是这个紫色 skin 来的，这个这么得的，好噁心啊，但都用啦，本身那个中噁心。诶，呢个 Diva skin 喎，蓝色。好啦，我哋已经开咗20箱啦，仲有30箱啊，机会尚有。我哋已经中咗两个 skin， 系咪两个头先系？唔系，一个 skin 一个金币嚟嘅。今次紫色又系钱，哇！我哋嚟到2000蚊啦，可以自己买两个 skin 啊。啊，又系紫色。有紫色都唔错啊！今次系又系呢个慈悲啊！金咋就金咋，都唔型嘅。拍咗其实好难用嘅，得个150，哇嚟啦！黄心之系咩？啊，歪咗啊！歪咗啊！要。哇！我要黄色嗰只啊！臭歪咗，咁鬼事！我要大黄蜂啊！這个 skin 咧系大黄蜂一样样嘅，只不过系颜色唔同。這个颜色好核突啊！鬼事！你食屎嗰啲臭虫系咩？食屎嗰啲狗虫。呢个，我觉得呢个仲好似好过呢个喎，觉唔觉？呢个用唔用签名照啊？睇嚟我抽到好多 Diva 嘢喎，今次，仲有一个表情啊，头先。
Yeah. 诶，又系小美表情，想点啊？好似头先个好啲、啊，头先系玩一个波波、啊，玩雪球，呢、這个唔用啦。诶，紫色钱 OK 嘅，紫色钱都 OK。紫色钱有150元，争少少就可以买多个特写镜头，嗱，又嚟多个钱。又有紫色喎、啊，我又系钱喎、啊，我要做土豪啊！哦，莱恩哈特 ，OK 啊，呢个绿色。哎，有紫色 good， 支持什么呢？特写镜头。饮酒，哇、哦！喷火，呢个 OK 喎，呢个。暂时得三个金色。哎，你去！哎，又俾你抽到。死神！瘟疫医生，紫色个核突啲啊，绿色狠啲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死神我都用嘅，不过而家骷髅骨都型嘅，用下呢个啦，换住嚟用。诶，七碌黑色、啊，我唔使抽，唔使买七碌喎、啊。士兵七碌咧，呢个普通嘅造型系最靓噶啦，我觉得其他嗰啲都系麻麻地。诶，呢个火箭炮。哇！最后七箱，我哋离开多几个黄色嘅 fairy good 啦。而家四个黄色箱啊，暂时开到，机率都算 OK 嘅，十箱一个咯，当紫色。诶、欸，又系 diva 嘢喎，特写镜头。我本身已经有一个 diva 特写镜头，系嗰个瞓喺度吹泡泡，不过呢个都 OK。我用定系用吹泡泡嗰个好啲咧？呢、这个都型，吹住泡泡先，迟啲先换呢个。最后冲刺，佛祖啊！呢个型啊，呢个胜利姿势，最后一个。蓝色，我哋有黄色嘅金币。其实金币蓝色嘅金币都算抵，50元，好似抵过紫色。蓝色开嘅嘢多啲，蓝色几率。好啦，我哋有开咗50个箱，就有4个黄色嘢啦。咁你睇翻有啲咩先？首先系500元啊，跟住 Diva 嘅金龟子，系啦，我已经套用咗啦。金龟子，然后就是夺命女呢、这个好核突嘅 skin， 睇佢有咩其他靓嘢先。我、哦、呢、这个仲核突，哦黑色好啲，可以匿得埋啲啊。呢、这个紫色，算啦，我哋都系冇睇啲伤心嘢。之后仲有咩？死神系啦，最后一个咧就系死神嘅啊，已经喺度啦。咁我之前有抽到呢个骷髅骨嘅 skin。冇啊，呢、这个送啊嘛，跟住呢个系之前货咗5箱，我偷偷地抽咗，跟住今次系抽咗呢个瘟疫医生啊，咁50个箱有4个金色，普普啦，有一个系钱嚟嘅，咁正常应该系抽到5个会好啲，10箱一个会算比较平均少少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次50箱啦，到呢个先啦。咁暂时咧就唔会再拍呢个开战利品嘅片噶啦，除非之后我哋有新嘅嘢或者新嘅 skin 之类啊、新角色啊嗰啲，我哋先会再嚟拍呢个战利品嘅开箱。好啦，今集到呢先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失陪。啲都唔惊，一个大
住将自己冰住，保护自己免受伤害，然后将其三位击杀中咗。但喺呢个时候，乃妈一个复活，我只可以讲 What the fuck？